然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你快说，说你有多爱我。你不知道我的心意吗？不知道，所以你要马上让我确认。邓志强，那将会是个难以忘怀的派对。我希望由你开启点灯仪式。杀死林雪儿的凶手就在这里。那是雪儿的运动鞋没错。策划这一切的人是你做的吗？我有证据，沈秀莲在这段时间威胁我们的明确证据。因为明雪儿是沈秀莲的女儿。媒体三颗打卡定 Penthouse 上流社会。